哇哦，手账居然还可以玩少女换装，可以随意切换衣服鞋子，太满足少女心啦！快一起动手做这个超可的换装少女手账吧！拿出手账本本，翻转90度，先画出一个小可爱，上色并贴层透明胶，再做一个小背景，贴上小可爱，加点装饰，再按照少女体型画出衣服搭配，上色后贴透明胶，三套穿搭完成啦！其实我这个手账灵感来自于我最近超爱的装扮少女，给女鹅换装真的是我最近的解压神器，换装过程很治愈，超级满足少女心，里面还有各种搭配和模板，搭配好了还可以保存下来当壁纸哦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壁纸，是不是都很好看呢？衣服做好了，开始做收纳的衣柜吧，剪下衣柜贴手账上，把衣服都收纳起来咯，完成了。 Yellow CARD快叫上闺蜜一起来做吧。